同志们好，政委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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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同志们来得可真快呀！毛主席叫我们快，我们就慢不了。第一天动员，第二天就出发了。政委，处长，给我们任务吧。对，给我们任务吧。下车就要任务，啊，还是那股子劲呢。毛主席发出了战斗号令，能不急呀？政委，你知道。 紫云山了，两年了，真想咱们的隧道啊！我们可回来了，这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，我们又打回来了。打是打回来了，可紫云山地段的困难，我们是领教过的。周政委，这个地段。 地形艰险，地质复杂，气候多变，困难不会少啊。陈工程师说的对呀，这次上马工期紧，任务重，压力很大哟。困难怕什么？有些压力好。<笑>62年大下马给我们留下的困难更严重。只要广大职工认识到。 领员，同志，前面怎么了？去紫云山的便道被洪水冲垮了。啊，走，调度站去。走。站好。哎，三点钟到。哎，哪里？先到的。刚到。啊，明天下午到。好，安排好了。先住在瓦金木公社。谁呀？同志，啊，便道什么时候能通啊？ 短时间修不通，哎，我们怎么办？哪个单位的？15公里处。先住在小学校里。调度同志，哎，这抢修便道的器材，没问题，一定保证。好，那什么时候停运呢？哎，同志，放心吧，明天就给你们装。哎，哎，哎，你声音大点，我听不见了。啊，哎，你声音大点，我听不见了。啊，这样，同志。 政委，处长，政委，哦，前面抢修便道，让我们事务处先住下来。哦，事情不会是我们想的那么如意呀。处长，怎么办呢？先住下，趁这个机会，你们可以休整一下。处长，战斗都打响了，怎么能？<笑>小伙子，有你大显身手的时候。哎，处长，不能等了。 那你说怎么办？
我们走。对，我们走。有这个必要吗？老周，你看，处长，和地修凡抢时间、争速度，提前一个小时也是好的。提前一个小时的精神，是符合这次会战的指导思想的。老梁，我们应该支持他们的行动。好吧。罗海，你是支书，到了工地以后，会有不少困难，要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。是。隧道，嗯。队长，你看，队长，几个大叔，安德斯，张华姐，是他大号，好啊，张华姐，两年了，他把你们给盼回来了。雄鹰展开了翅膀，你们可飞回来了。是他大叔，是毛主席派我们回来的。好啊，好啊！紫云山连着天安门，毛主席关怀咱彝族人呢、啊。我做梦都梦见你们开山放炮呢。可想你们了，也想你们呢。州里开了会，要我们彝家英亲人，我代表生产队来欢迎你们。哎。山进山寨猪香，请喝杯金针茶。谢谢，谢谢。你们看，这就是你们临走时留下的誓言，实现了。每刮一次大风，我们彝族社员就用当年你们用过的这个桶打来怒水河的水，来洗掉英雄誓言上的灰尘。就用这把刷子重新涂上紫云山采来的朱砂。1962年是修正主义路线强迫我们下的马，那个情景我们不会忘记。喂，电站，电站，为什么停电呢？这是上面的决定。上边谁？不知道。里边停电了，把电停。队长，怎么回事？队长，停电！队长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是他们命令把电停了。啊！他们为什么下命令停电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停电？已经通知你们了，为什么还不撤？工人同志不同意。为什么让我们撤？为什么要撤？为什么要撤退？为什么要撤退？为什么要撤退？为什么？这么大的施工现场，怎么能撤呢？是啊，情况发生了变化，撤退是上级的决定，我们不同意，不同意，我们不同意。当初上马的时候，毛主席党中央明确指示，这条铁路是重要的工程项目，有战略意义，要早日修通。现在你为
什么下令撤退？陆队长，张华姐，张华姐，阿妹子，你们真的要撤？不修这条铁路了？你们不能走啊！你们不能走啊！梁处长，我们彝族人祖祖辈辈走了多少年的云梯栈道，多么希望修通这条幸福路啊！西卡队长，这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啊。哎，这条路就是修也不一定能够修通，人家外国专家早就说过，这里是禁区。什么禁区？洞子我们已经打进去了。行了，不要争辩了。当前是自然灾害时期，人家逼我们还债，有什么办法呢？啊，还债就还债，他们想用逼债来卡我们的脖子，办不到。我们中国工人阶级要争这口气，现在是要退购站稳，只有退购才能站稳。这是谁说的？上面。在这场反华大合唱中，我看有的人被吓破了胆，有的人成了应声虫，还有人是里应外合，趁机破坏社会主义建设。我们不能撤。我们撤，坚决不能走。现在我传达宋副局长的命令，限你们三天内撤离工地，否则不仅断电还要断粮，这是死命令。机械怎么办？撤。隧道呢？封。今天我们回来了，我们要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对，说干就干。对，说干就干。同志们，我们要把修正主义耽误的时间抢回来。对，抢回来。你们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话呀。好，老班长，卢海，老班长，小王，林生，林副员，杨师傅，小王，老班长，你又放弃休假了。我离不开工地，离不开你们，也离不开我这口锅。你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和我们小伙子一样，步行赶到工地来。卢海，这是啥时候？毛主席号召这条铁路要快修，我能耽搁吗？同志们，我们要学习老班长这股子革命干劲儿啊。对，向老班长学习。现在我命令你们马上吃葱油饼，外加凉拌野菜。好热闹啊。老政委，政委，政委，伙计，怎么你也走上来了？政委，你这年纪和我们和你们在一起啊，我也年轻了20岁。这一走啊，使我想起了当年黄昏出发拂晓打响的夜行军。哎，是越走越有劲儿。好，我为了你吃葱油饼。好，同志们吃饭。哎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杨师傅这边葱油饼。情况怎么样？洞口打开了，我们明天探洞。困难不少吧？嗯，困难嘛，有点。蔬菜没有，水每天下山去背。卢海想早点进洞施工，机械运不进来，木料也没有。政委，你放心吧，困难99，难不住我们工人一双手。好，我再加两句。迎着逆流上，
敢和困难斗。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对待困难的态度。嗯嗯，木料问题我去请求县委协助解决。哎，老伙计，你还没吃呢，带着路上吃。老政委，等明儿个再去吧。时间不等人呐，老伙计，我这是向卢海他们学习，一个小时也不能等。老班长，每次就分这么点水，人家都有意见了。哟，谁有意见呢？肚子呗。调皮鬼。哟，老班长。啊，老班长。杨师傅，辛苦了。哎，好。哎呀，老班长，哎，咱们这是靠山没柴烧，靠河没水吃啊。咱们新县铁路工人啥怪事儿都经过了。都是六二年下马给咱造成的困难，水管扒了，抽水机也撤了。嗯，那干嘛急着进工地呀？自找苦吃。为了社会主义建设，抢修战备路，钻深山，过大河，就是要自找苦吃。你不是总唱哪里艰苦哪儿俺家哟？那是歌啊。唱歌可不光是为了好听，哪里艰苦哪儿安家，是咱们新县铁路工人的光荣。为了早着进洞施工，不能几百人都去北水，为这鲁队长正在想办法呢。大叔，咱们荡过去，我先够好。大叔，接住！就在那儿。清亮的泉水呀、啊，要能把它引下去，就解决我们当前的吃水问题了。嗨，这个你就不要操心了，由我们生产队负责。大叔，谢谢你了。哎、哦，卡莎莎喽。同志们反映的情况很及时。三班同志说得好，问我生活苦不苦，心中有个齐有。为了抢修战备路，越是艰苦越幸福。我们要发扬这种以苦为乐的共产主义精神，对于个别同志的畏难情绪要多做思想工作。嗯，东海呀，明天再动员一下，给大伙儿鼓鼓劲儿。好。关于施工问题，大家再议一议。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以争分夺秒的精神，千方百计排除洞里的积水。抽水机运不上来，怎么排出积水？哎，真急死人了。哼，急什么？等修通了便道再说呗。那怎么行呢？哎，咱们大家可以想想办法，出出主意啊。哎，戏刚开场，好戏呀还在后头呢。哎，什么好戏？机械就是运上来也没用，人家说了，这是个烂洞子，根本打不通。怎么打不通？哎，你别跟我嚷嚷。哎，这话还有点权威性呢。什么权威性啊？你不要听那些泄气话啊。
杨师傅，我建议党支部，咱们自己想办法，把机械运上来。好主意，咱们明天就干。好好，好，那就这样决定了。咱们肩挑人扛，也要把机械运到工地来。异想天开。连水都喝不上，还想施工？哼！梁处长，这个隧道的地质情况你了解，将来施工会出现更大的问题。是啊，你是工程师，应当考虑考虑，拿出个妥善的办法来嘛。集合出发！集合！快点！同志们，龙海，等一等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们做进洞的准备工作，吃水都解决不了，没有物质条件还要进洞。已经到了现场，就应该尽快施工。施工离了风水电行吗？风水电不是等来的，条件要我们自己创造。支撑木都朽了，木料怎么办？我们解决。老梁、罗海，你们看，西卡大叔，感谢你们的支援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人民铁路人民修嘛，我们这样做是应该的。老梁，这是多么巨大的力量啊！有了这个后盾，我们还怕困难吗？好好好，木料解决了，可机械怎么办？我们肩挑人扛。对，我们扛，我们扛，我们扛。我们要果断地采取有效措施，
改变这种被动局面。嗯，根据处长的意思，我初步搞了一个改线方案。哦，啊，这个方案还很不成熟。不错，很及时啊。我想事不宜迟啊。喂，什么？涌出大量流沙，我马上去。哎，怕发生的事情果然发生了。真急人呐，咱们从来还没见过这样的烂洞子，怎么办呢？这个问题我可以比较准确地回答你。从地质学上讲，这叫地下泥石流，没法治。小涛，你别说丧气话，只要大家想办法就能制服它。哎，别吹牛了啊，那流沙是越挖越多，怎么吓趴下了？爬倒没趴下，差点儿没埋进去。这个洞子准报废。你这是什么话？老实话，闹情绪说怪话发牢骚，哪像个铁路工人？工人？哼，我这是走对了路，进错了门。哎，小赵，你看你这炮筒的脾气。嗯，嗨。同志们，吃完饭看电影哦。小李，陆队长，嘴撅得那么高，都能拴住一头驴了。小涛，今天我批评你说话简单，态度生硬。我做自我批评。来，吃饭吧，别生气了。人家是着急不喝汤，生气吃八碗。你呀，是生气蒙头睡，思想不过关呐。来，快吃饭吧，吃吧。哎，吃饭就好，不过那些错误言论有铁。哎哎，队长谈，队长谈。小李，咱们修铁路为什么呀？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呗。对呀，那你怎么说走对了路进错了门呢？干哪行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。你觉得咱们生活苦，工作累，对吧？我们新建铁路工人有这样一句话，要说生活苦，想想长征25000，要说工作累，比比革命老前辈。小李啊，只要我们心里装着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，越苦心越甜呐。为了和地球反斗争，我们甘心钻一辈子山沟，修一辈子铁路。这就是身在山沟，胸怀全球啊。小李啊，你怎么知道紫云山隧道要报废呢？那不是我说的。谁说的？陈工程师。哦，小李啊，我们工人的头脑可不能糊涂啊，要听毛主席的话，什么事
都要问个为什么。流沙给我们带来了困难，但是只要我们有山高我敢攀、地厚我敢钻的革命志气和严肃的科学态度，有毛泽东思想给我们引路，就一定能战胜他。小涛，咱们三结合小组已经成立了，大家出主意想办法，紫云山隧道一定能打通。内因是根据，外因是条件。可回来了，有事吗？还是为了流沙的事啊。哦，同志们建议召开党委会专门研究。我和陈工程师搞了个方案。哦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啊。改线方案。看来没路可走了，只有放弃紫云山隧道。哦，困难刚冒头就打退堂鼓啊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工期不等人呐。我是管生产的，不能按时通车，火车我可背不过去啊。哦，遇着困难就绕着走，这个态度不好吧？哎，你征求过卢海他们的意见吗？还没来得及啊，我刚从工地回来，群众啊正在积极地想办法呢。我给宋副局长打了电话，他要我马上把方案拿到局里去。哦，老梁，你是处党委的成员，这么大的事情不经过党委会讨论合适吗？周政委，周政委，周政委，政委，梁处长，处长，梁处长，流沙的病根儿我们找到了。哦，说说看。我们到山上去查看，发现山坡有裂缝，大量雨水渗入山体，位置正好在隧道顶部。我还以为什么灵丹妙药呢，凭这个就能治住紫云山这个地质博物馆，没那么容易哟。卢海，我搞了个改线方案，马上去请示局领导，回来再找你谈。改线方案？嗯，你不是要我们搞一个根治流沙的方案吗？这个你们想的不一样。
老梁，既然宋副局长要你去，那就回来再谈吧。不过你应该说明，这个方案没有经过处党委讨论。好吧。政委，他怎么能？梁处长为什么和我们想不到一块儿去呢？他根本就不相信工人的力量和智慧。看来这场暴风雨不小啊，他思想上的弯道比他改弦的弯道还要大。卢海，你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发动群众，战胜困难。对，我们要迎着暴风雨冲上去。宋副局长的指示太好了。是啊。根据宋副局长的指示，这个改线地段由你负责施工。啊，嗯，你是宋副局长派到处里来的工程师，你可要我一定在梁处长领导下完成任务。后天在会上谈方案，不能只谈技术，要注意政治，在政治上说服人。梁处长进来。梁处长。哈哈，你们也赶到了啊。梁处长啊，来来来，坐下坐下。啊，这是新下来的，尝一尝啊。处长啊，我们工程队三结合小组征求大家意见，研究了一个根治流沙的方案，请你看看。哎，从工地到我家来，咱们不谈工作，随便聊聊啊。梁处长，这是啥时候，哪有心思聊天？我们是来听你的意见的。哦，我的意见嘛，只有一个字，稳。地址越复杂越要稳，千万可不能陷在流沙里拔不出来啊。啊，另外希望你们多听听内行们的意见。我们是要听各方面的意见，好吗？我搞的这个改线方案宋副局长看了很支持啊。内行们也提了些意见，现在啊更完善了，希望你们。梁处长，你不用说服我们，打通隧道的决心不会变的。好吧，我的意见你们可以不听，内行们的意见也可以不理，可是宋副局长的指示总应该考虑考虑吧。符合毛主席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的方针，我们就拥护执行，不符合就坚决反对。卢海呀，我提醒你们，骄傲是要犯错误的。哎，我说梁处长，我们几百个人研究了一个方案向你汇报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们是多么希望你能和我们共同战斗，为什么你总是和我们想不到一起，走不到一条路上？哎，我认为陈工程师讲的梁处长的改线方案是回避困难，
绕过紫云山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汹涌的怒水河上连架两座深水大桥，不利于战备。绕这么大的弯儿，延长了线路，增加了工程投资，这不是多快好省的修铁路。你说这个方案是少慢差费？哼，不要戴帽子。很遗憾，在设计阶段就没有认真听取外国专家的意见。施工后有人不顾一切的蛮干，才造成今天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。紫云山这个包袱我们已经背了多年，现在可以甩掉了。陈工程师，工人同志的劳动成果能随便当成包袱甩掉？不要曲解我的意思。紫云山隧道出现的流沙是不可克服的困难，请问有根治的措施吗？通过调查，我们已经摸清了流沙的变化规律。沙是变化的根据，水是变化的条件。从沙变成流沙，主要是水造成的。我们三结合小组的措施是夯填山体裂缝，断绝地表水的来源，然后用化学方法堵住地下水，固结流沙。张华同志，我们是工程局，不是科研院。紫云山是铁路工地，不是实验室。为了加快铁路建设，搞科学实验为什么不行？我们已经做了初步试验，证明措施是有效的。好了，要我也跟着你们一起陷在流沙里，办不到。我们不能当拦路虎。谁当拦路虎？我们要当穿山虎。修铁路工期就是法律，作为工程处长，我不能看着十五处困在紫云山，兵败怒水河。你们有保证工期的措施吗？有。我们在紫云山隧道中部打一个横洞，一个隧道分成两个打，四面加工对付它。我再说一遍，这样大的流沙过去是没有先例的，禁区的结论已经得到证实。所谓禁区的结论是谁下的？为什么总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？为什么总离不开那个洋拐棍？我们一个工程局打的隧道比苏修一个国家隧道的总和还要多。梁处长，你是被苏修所谓禁区的结论给吓住了。科学上的问题不要和政治搅在一起嘛。不，禁区的问题上有政治。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想用禁区来吓唬我们，目的是为了不让我们建设战略后方。对，国内的修正主义者用禁区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，阶级敌人也用禁区搞破坏活动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。禁区论是个政治阴谋。说得对，这就抓住了所谓禁区的实质。同志们，我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打破了美帝苏修的核垄断，成功的爆炸了原子弹。我们新建铁路工人也要有这种精神，敢
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，敢攀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，让我们在苏绣断崖的禁区上也爆炸一颗原子弹吧！好，有志气！珠海这颗原子弹炸得好。他提出了我们当前铁路会战中走什么路、执行什么路线的根本问题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认真思考。我马上把讨论的情况向局党委汇报，走吧。老梁，哦，老周啊，还没有休息啊？睡不着啊，要注意身体。局党委批准了卢海他们的措施，你要正确对待哟。我当然能够服从局党委的决定，但作为个人意见，我保留。只是组织上服从还不够啊，思想上该敲敲警钟了。从上马到这次辩论，你对这条铁路修不修、怎么修、依靠谁来修，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没有从思想上解决。哦，我要再想想。老梁，党把上万人的工程处交给我们，是党对我们的信任了。作为党的领导干部，在社会主义企业里搞不搞政治挂帅，是不是全心全意的依靠工人阶级，要不要贯彻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的方针，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问题啊。老梁，群众在看着你，卢海他们多么希望你能和他们在一起共同战斗啊。副队长，你们回工地呀？陈工程师啊，一块走吧。哦，我和处长一起走。卢队长，哈哈哈，昨天在会上我一时激动说话，哈哈哈哈。你有意见可以发表吗？卢队长，这次争论对我教育太大了，我坚决支持你们的施工措施。要真是这样，我们欢迎，不同意也没有关系，还可以再考虑考虑嘛。陈工程师，你的变化可真快呀。哎，可不要嘴上说痛。哼，这个啊，既然上级党委做了决定，我能不通？那你的思想呢？党的决定就是我的思想。工地见。哼，两面派，走。卢队长，哎，卢队长，夏雷，卢队长，夏雷，夏雷，到工地去看爸爸呀？不，我从技校毕业了，刚来报到，我请求分配到你们一股的工程队。呵，小雷，这回可以和我们老班长一起工作了。爸爸老了，早该退休了。有退休。老班长老当益壮，你呀不一定比得上。嘿，比比看。呵，好，欢迎你这个接班人上车。
怎么样？咱进度还可以，讲的很简单。好，哎，这有一个，好啊，还能用吗？能用。哎，杨师傅，嗯，隧道里这么多电灯，你怎么还天天提着马灯，总是擦呀擦的呢？哎，这是鲁队长，打上党战役缴获的，他就是提着这盏马灯转业到铁路上来的。小雷啊，咱们工班就靠这盏马灯加二锤打通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隧道。哦，从成渝县、宝成县，哎，哪一条铁路也没离开过他呀。啊，同志们，开饭喽！开饭喽！吃饭了，快饭了，同志们，小伙子们，吃饭了，快来快来，吃饭吃饭。郑叔叔，不，郑政委，你看我像个隧道工人吗？嗯，像，就是年纪啊还小点儿。啊，我还小？哎，听说鲁队长参军的时候才十二三岁，我比他大多了。对，那时候叶行军呢，他呀还拉着你爸爸那口行军锅呢。周政委，我听说，来，大伙儿吃饭，来来来来来，吃吃热点，这包子，杨师傅吃包，哎，这还热包子，对对对，班长，给你，哟，哎嘿，还是肉馅的呢，真棒啊，慢点吃，小心噎着，嗯，为了提前打通紫云山隧道，吃饭也得分秒必争啊。嗯，俏皮鬼。来来，吃吃吃，周政委，喝汤吧，喝汤吧。最近群众对陈工程师有些反应。哦，局党委批准了根治流沙的措施以后，在组织面前他调唱得很高，可是背后却散布流言蜚语，说是有人有意打击梁处长。嗯，形势越好，我们也要把问题想得复杂一些。哎，这些情况你和梁处长谈过吗？谈过了。好，我再了解一下。好，你的信。嗯，听到我头上来了。好，我通知他们。局里来电话，表扬卢海他们战胜了流沙。哦，好啊。紫云山隧道能不能打通，恐怕还不能。既然党委做了决定，我们就要尽力而为。那当然，我的意思是，既然处长有个改善方案，那么对处长的威信，哎，不能这样讲。最近有人反映群众对你有不少意见呢。什么意见？不要多问了。我还是那句老话，搞工程技术的人要多做实际工作，少说空话啊。对对，我的话说的是多了一些，可是和卢海共事，哎，不要看得那么严重嘛，啊，注意就是了。跟我进隧道看看去。好，好，加油干啊，队长，你就放心吧。下，下，下下，左左，往左一点。卢队长，好，怎么样？我们今天又复测了一次，图纸问题很大。哦，你看，卢海，好好好。
梁处长，局里来电话，表扬你们战胜了流沙，希望你们进度要再加快啊。处长，处理交下来的横洞施工图数据不对。你看。复测过吗？我们复测三次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哦，可能是测量组测错了吧。要按这个图施工，四个工作面贯通不了。陈工程师，这是严重事故。你是主管这项工程的，必须马上查清楚，要严肃处理。好，我马上去。走，咱们进隧道看看去。走。刘海，好厉害呀！我绝不能败在你们手里。嗯，很香。林工员，哎，队长，这儿吹香了，马上运木料，加固支撑。是，走吧。队长，我去负责加固支撑吧。好。梁志祥等七位同志被塌在洞子里了。是，是。好，请局党委放心，我们全力抢救。局里派来工作组马上就到，你负责接待一下。是。同志们，现在清点人数，报名：刘铁、王东山、李小涛、杨春义、郑小雷。小雷，还有谁？还有我，梁处长，受伤了吗？还有他方，
必须快抢。嗯，同志们，我们修的这条铁路是毛主席关心的重点工程，我们是毛主席的战士，英雄的铁路工人，要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，坚持战斗，战胜他方，保住洞子，让毛主席放心。保住洞子，让毛主席放心。上。是。周政委，警卫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。要特别提高警惕，随时向局公安处报告情况。是。政委，机房报告，风管被砸坏，空气压不进去。哦，塌方很严重，用钢管打眼，把风送进去。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。好，徐秘书，把情况报告给局党委。是。哎，张华同志，政委，你负伤了，应该在医院里休息，跑这里来干什么？回去。不，我这点伤算得了什么？听话，你刚负伤，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在这种时候我怎么能休息呢？政委，抢救积极兄弟是我的战斗任务，查清塌方原因是我的责任。情况是严重的，处党委一定在千方百计的抢救我们，但是这样大的塌方短时间内不一定能抢通，我们要做最坏的思想准备。现在我们临时党小组讨论一下下一步怎么办，要做好思想工作，把咱们工程队的硬骨头精神拿出来啊。嗯，这个意见很对，咱们还要尽最大努力配合外面抢塌方。我建议研究一下这次塌方的原因。嗯，我看这次塌方有点怪。怪什么？这么烂的洞子不塌方才怪呢。刚才是先断电后塌方，而且电线是剪断的，这里就有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我早就说过这是禁区，你们就是不听，一定要冒险。是不是冒险结论还早。你要什么结论？洞子塌了，人埋在里边，这就是结论。风管水管被砸坏了，断了空气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梁志祥同志，你冷静些。我冷静够了，也冷静错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十五工程处不能困在紫云山，兵败怒水河。我要再次向局党委写报告，就是死在洞子里，也要制止你们这种冒险行动。梁志祥同志，刘铁，咱们继续开会。队长，你的伤没什么，不要声张。哎，现在我们要把洞里发现的敌情报告给处党委，需要一个人完成这个任务。我看你熟悉情况，你来完成吧。对。不，咱们几个人当中小雷年轻力壮，只要他安静下来
就能完成任务。同意。同志们，我们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使自己的同志发扬天塌下来要顶住，地陷下去要填平的工人阶级硬骨头精神，坚持战斗，不怕牺牲。现在咱们分头工作，我写敌情报告。好。政委，你看。哦。这是个重要的发现。领务员同志，政委，马上找电瓶车司机，了解情况。好。队长，卢队长，卢队长，小雷，刘班长说，你找我有话说。小雷，卢队长，你的伤很厉害吧？这壶水给你喝。队长，喝吧。你猜，刚才我在想什么？想什么？我想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。啊，毛主席？毛主席正站在地图前面，注视着我们修的这条铁路。注视着我们的紫云山隧道，等待着我们这项工程胜利的捷报呢。我们要让毛主席放心，不管地质情况多么复杂，错误路线怎样干扰，接近敌人怎样破坏，也绝不能动摇我们修这条铁路的决心。毛主席知道了，一定会高兴的。队长，那咱们这个隧道的情况和阶级敌人的破坏，我们要向处党委汇报啊。小雷啊，这个任务由你来完成。我？对，小雷，咱们修的这条铁路是毛主席最关心的工程，你的任务很重。这个材料一定要交给周政委。要保持安静啊。
杨处长。啊，来，喝点水吧。打通了，好，打通了，接管子，送风。同志们，配合外面战斗，干！杀！干！同志们，政委，杨处长，老梁，老梁，老梁，老赵，于医生，快急救！同志们，请安静。政委，这很危险吗？请安静。同志们，由于各方面的支援，洞里洞外经过艰苦奋战，洞内的卢海等七位同志全部脱险了。
卢海他们一直没有停止战斗，加固支撑制止了塌方。由于较长时间缺乏氧气，他们的身体非常虚弱，不能过分激动。为了保护他们的健康，希望大家看见他们的时候要尽量的保持安静。陆海，刘铁同志，小雷，孩子，主席万岁！万岁！毛主席万万岁！毛主席万万岁！反应塌方时，看见一个人慌里慌张的从洞里跑出来。事故分析会上，群众提出了很多线索，这次塌方是敌人的破坏。经过情况汇集，线索比较集中，陈克很可疑，要立即查清楚，注意保密，防止意外。周政委，政委，刚才清理塌方，发现了这张横洞施工图。哦。陈克交下来的这张图，数据错误很大。嗯，问题就在这里。对陈克，先不要惊动他。你马上到施工科和测量组查对核实，报局公安处。是。你们要立即清理塌方，恢复开挖。好。好。走吧。鲁队长，周政委要你看看这份材料。哦。四清工作团转来的。哦。梁处长啊，刚才我到隧道去了，卢海根本就不请示你，他正在清理塌方，准备施工呢。
胡闹，简直是胡闹。去，传达我的命令，封闭紫云山隧道，等待处理。这，梁处长，我去说，他不会听，不听。你看看，这是宋副局长的批示。哦。恐怕卢海不会同意。有宋副局长的批示，不同意也得同意，否则要受法律制裁。去，传达我的命令，停工封购，办不到。对对对，办不到。我们不同意。对，我们不同意。不同意，让我们停工，他们想干什么？这里边有鬼。想封洞子没那么容易。对，要封洞子也得讲出个道理来，不能让他们封，我们找他去。好，找他去。好，同志们，紫云山隧道是全县的控制工程，关系到全县的工期，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，谁也封不了。对对，谁也封不了。我到处里去。好。哎，走。梁处长，封闭紫云山隧道的命令是你下的吗？嗯，我要求你撤销这个命令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错误的，而且没有经过处党委讨论。我是处长，这是我职权范围内的事，一个工程队长无权干涉。不，凡是错误的东西，任何一个革命战士都有权纠正，因为他损害的是党，是国家，是革命的利益。你看看，这是宋副局长的批示，你执行不执行，上级的决定。这正说明，有些权力并不掌握在我们工人阶级手里。你眼里还有没有领导？那要看他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。我是共产党员，代表哪个阶级？哼，有些人名义上是共产党员，实际上却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。你指的是谁？你和你的支持者。卢海，你自己犯了错误不承认，反而反对领导去纠正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如果我错了，我请求处分。这次大塌方就是你冒险蛮干造成的，这难道不是错误？你必须公开检查，等待处理。这次塌方是阶级敌人破坏造成的。谁？陈克。谁？陈克。陈克。不可能，我自信比你更了解他。我参加革命前我们就是老同学了，而且他是宋副局长派到处里来的人。卢海啊，打通紫云山隧道那是上级党委批准的，又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，你怕什么啊？你可不能。你是说我推脱责任陷害陈克？我要你勇敢地承认错误，
梁处长。看来你不相信四亲工作团的材料。什么材料？你没有看。哦，对对。啊，血债。陈克，不仅是一个历史反革命，而且是一个现行反革命。他是反革命？对。陈克篡改了施工图的数据，可是当他制造塌方的时候，却把图纸掉在洞子里了，这就是铁证。哦，梁处长，你认真的想一想，你究竟依靠的是什么人，执行的是什么路线，走的是什么道路？老梁啊，应该清醒了。哎，紫云山隧道是梁处长的命令，你很愿意执行这个命令，是不是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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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，我们工人可不同意这个命令。没有梁处长的命令，你们就清理塌方，破坏现场。你怎么这么怕清理塌方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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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好啊，刘铁，你违抗领导，带头闹事！哼，我找梁处长去。哼，这个狼狈样！我正要找他呢，走！走！走！跟他一块去！梁处长，梁处长，刘铁他们反对你，也反对宋副局长。不听命令，陈克，你，梁处长，梁处长，梁处长，我见你，梁处长，梁处长，我见你，梁处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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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封闭紫云山隧道的命令是你下的吗？是我的命令，我们反对这个命令，对，我们反对这个命令，反对。这个，你，你们这是我们要求，严惩制造塌方事故的坏蛋，陈科。对对，我要求罚办陈科，罚办陈科，罚办陈科，罚办陈科。陈科，你老实说，梁处长，他们这是陷害陈科。你敢抵赖？你们有什么证据？有，陈克，这就是你制造塌方的铁证。塌方时，我不在场。你干什么去了？我查对施工图去了，那张图纸呢？在，出。啊，在办公室。哼，在这儿。啊，老实交代，老实交代。梁处长，你是了解我的呀。你住嘴，同志们。
放前是个血债累累的包工头，他杀害过我们的阶级弟兄，解放后长期隐瞒罪恶历史，反党反社会主义。在这次伟大的四清运动中，他的反革命嘴脸暴露了，他狗急跳墙，破坏铁路建设。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陈克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陈克！现在，我宣布局党委指示，经过公安部门批准，逮捕反革命分子陈克，依法惩办。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！撤销紫云山隧道的封闭令。小涛，怎么样？好了，对，要求同志们鼓足干劲，提前打通紫云山隧道，坚决提前打通紫云山隧道，坚决提前打通紫云山隧道。为毛主席争光，为毛主席争光，让毛主席放心，让毛主席放心。老梁，哦，老周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阶级斗争在我身上反应得这么激烈。是啊，教训是沉痛的。毛主席教导我们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，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，就将是一个盲目的、不完全的、不清醒的革命者，就会迷失方向，走到邪路上去。我的错误是严重的。可是宋副局长他，局党委已经责成他做检查。哼哼，不过他的问题可不那么简单呐。老梁，你想过吗？今天在我们党内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哦，毛主席在23条中讲得很清楚，这种人上边有，下边不认识，这一点是很危险的。你看，振作起来，千万可不能。放心吧，我感谢同志们在党委会上对我的批评帮助，真没想到我会变成这样。处长，在民主革命时期，你敢于斗争，敢于革命。解放后抢修第一条铁路的时候，你也能和我们工人一起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一身汗一身泥。当时是有那么股子革命干劲啊，可是现在条件好了，地位变了，你就以为革命到此为止了，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。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，冲击了你脑子里那个资产阶级王国。你就这也看不惯，那也看不惯，
不相信群众，不依靠工人阶级，迷信苏修，从干革命变成了怕革命，从怕革命变成了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反对革命。哎，这是个沉痛的教训啊。紫云山隧道的这场斗争不是孤立的，它是当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反应。陈克这样的人揪出来了，可是斗争并没有结束。像宋副局长那样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最大的危险，要警惕呀。卢海，你说的对，这个问题我没有认识到。毛主席说，我们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，只有不断地加强世界观的改造，才能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。是啊，世界观的改造可真不容易啊。思想改造不能走回头路啊，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占领，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占领。梁处长，到我们工人中间来吧，我们欢迎你。卢海，这就是咱们新线铁路工人的特点，咱们是只听火车叫不见火车道，这火车一开道我就马上拆路道。咱们呢是走在火车前面的人。哎，走。陆海，政委，周政委，同志们，副领导给我们送行来了。好，不是送行，我们呢是来向同志们学习的。副党委决定，我和周政委跟你们工程队一起转移新工地，欢迎朱领导指导我们的工作。同志们，你们工程队创造了隧道施工进度的先进水平，为我国铁路建设立了大功啊！希望你们很好的总结，继续攀登新的高峰。打通紫云山隧道的斗争只是取得了会战第一阶段的胜利，更艰巨的工程，更复杂的斗争还在前面，让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去迎接新的战斗。同志们，上车。好。